今天来到 Walmart 看一看本周有什么折扣。星期五的早晨7点刚过，店里的人还很少，冷冷清清的。先来到了肉食区，但是看到有的货柜已经空缺了，不知道是没上货还是已经卖光了。看一下商标，是晚餐的香肠，打折6.97块。它旁边的早餐香肠还有货，原价11.97块，打折5块，折后价6.97块，是 Maple Leaf 生产的，加拿大农场提供的原料，一共900克。这个早餐香肠用烤箱烤一下就可以吃了，还是很方便的，而且味道也不错，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，毕竟折扣还是不少的，有5块钱的折扣。本周另一个打折力度比较大的是黄瓜，只卖6.4毛一根，原价是1.97块。现在夏天就要来临了，凉拌菜越来越多的人会开始做起来了，黄瓜想必会受到大家的欢迎。特级初榨橄榄油本周5.97块一瓶，原价9.97块，节省4块。它是最好的橄榄油，用橄榄鲜果在24个小时之内压榨出来的纯天然果汁，经油水分离制成。本周节省4块，上面写着每一个家庭最多只能买4个，看来还是非常受欢迎的。橙汁和柠檬汁本周继续特价，原价6.28块，本周卖4.97块一瓶，2.63升一瓶。它是100%纯天然的果汁，不含防腐剂，不是 concentrated， 仅次于鲜榨汁。本周的沃尔玛介绍就到这里，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点击订阅我的频道。好，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